斌华姐早前就去了一间豪华名车车行进行宣传片的拍摄，现场每位佳丽都换上了精心挑选的时尚造型，在名车侧边以自信的姿态登场，充分展现出他们的个人风格和气质。拍摄过程当中，导演和摄影师都细心指导佳丽们的每一个动作，无论是站姿、眼神定是步伐，每个细节都经过仔细打磨。幕后团队亦都是忙碌配合，确保每个镜头都呈现出最佳的效果。佳丽们都是表现出高度的专业精神，经过多次的调整，不断克服拍摄中的挑战，努力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。整个拍摄过程充满了动感和活力，大家可以在画面当中看到佳丽们不断提升自我，成就更加精彩的表演。想知道更多华姐佳丽背后的努力和成长，记住继续留意 MCBP On Your Mark， 发掘更多幕后的精彩瞬间。